万寿彩虹哎，舞者，舞者，舞跳舞的嘛，舞者，舞者，哎，大家都喜欢在这边拍照，嗯。对啊，这么漂亮，很漂亮。阳伞多少钱一磅？阳伞看好不好啊？看不漂亮。一般呢？一般的吧。嗯，这个嘛，阳伞多少钱？哎，这个汇率，你这把伞多少钱吧？这个嘛，很便宜的。是哪个汇率？就人民币跟那个钞币，钞币。阳伞应该不放，应该是一块钱，要自己消费，大概就是1000块人民币吧。一千，嗯，一块钱。一比一千？啊，不是1000钞币，大概200左右。1200币，1块人民币这样。这个钞币我们就是去各个场合换，还是说如果你们有我们也可以跟你们先换一些用？我们呢我们后天吧，就是从开城回来之后呢，我们有那个光伏地区的那个商业中心，那块是个大超，大型超市，就是百货商店式的，对，在那里可以换成钞币。是不是还有乐园百货也要去？乐园百货去的，就南浦港回来之后去的。乐园百货算是比较好一点的。乐园百货。一楼是卖洋货和那个吃的。二楼呢？什么衣服啊、鞋、包包的都是在二楼。这边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吗？这个这里啊，我们进去之后会有讲解师会出来给我们，到时候他会去讲解里面也可以拍是吧？可以拍啊，这都是个景点，景点是可以做随便拍的。对，然后我们拍照呢是有规矩的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人民非常敬重我们的两位大领袖，明白？对，再到哪个就是纪念式的建筑呢，都看到这两位人的肖像。对，所以拍照的时候得拍那个全景，把全都拍进去。对，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身份成金正恩同志就可以了。金正恩同志就行。因为之前说叫金正恩委员长还是大元帅，但叫金正恩同志也行，表示革命情感，尊敬，尊敬。因为我们朝鲜语呢分敬语和敬语这两种，对，所以就是一般就称呼别人的时候也不会直接叫他的名字。像先生呢会是姐啊，就是稍微年龄大一两岁也得叫姐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们也叫姐啊？姐哥是啊，叫奥尼。我们也是姐哥。应该要叫你们欧巴，也可以叫同志。同志是平级叫，是就是说我们一个辈分，然后叫同志。就说我，比如说我们俩年纪一样，我们可以互相叫同志，还是说，叫长者叫同志？我们工作上叫长辈的时候叫做同志。好麻烦你了。那同志还是个尊称。好麻烦那我们要是对大众都比较能说的是些什么？要跟大众说的话，那肯定得用敬语了，就是好麻烦你。经过私密。如果不大分，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7点。好麻烦。